今天我们来介绍酥炸香蕉的做法。外酥里嫩，香甜可口的炸香蕉，香蕉加热后香蕉味更浓郁，非常好吃。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，为了方便以后查阅，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。香蕉去皮切小段，鸡蛋打散，备好面包糠。将香蕉段裹上蛋液，再入面包糠里面滚一圈，均匀地沾上面包糠。锅中油烧至七成热，放入香蕉小火炸至颜色金黄即可。炸好的香蕉竖立起来控油。技巧：油温高，炸的时间短，这样才会有酥脆的口感。好了，就到这吧，谢谢观看，欢迎订阅关注。